每一个传统都要有新人来投入，才有新的热情、新的想法。凤凰山城要有新的改变，这次是咱上好的机会。新的总统、新的市长，也要有新的立委，一起点亮台湾，这回为凤凰山城来打拼。我是山啊，社志中，大家拢叫我热血芒果。为着理想继续行，为着咱地方继续拼。